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《王的女人谁敢动》，作者拈花惹笑，演播一刀苏苏、一种侃侃，后期制作千雪。第1044集。听见两人的对话，小樱桃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看了乔木身上的伤一会儿，立即取过碗筷给他夹了几块肉。给。小樱桃将一碗肉递到乔木跟前，赶紧吃，吃完了我们给你处理伤口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乔木接过碗，大口大口吃肉，根本没将身上的伤放在眼里。乔将军真的太厉害了，我真的以为这是以前跟了他很久的犬，没想到居然是今天才驯服的。同桌一个女子说道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另一个女子也一脸崇拜地看着乔木。乔将军，你是怎么想到去驯服这种猎犬的？乔木将嘴里的肉咽下，接过凤九儿递给他的粥喝了一口，才看着刚才问话的女子。几年前养过两只，今天看见了就不想放过。你别看他们有点凶，其实他们呀也有温顺的一面，而且非常忠诚。嗯，这我同意。凤九儿点点头。狗忠诚也许连很多人都比不上，要不然为什么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呢？不过凤九儿再次侧头看着乔木，你还是少说话，赶紧吃完进去处理一下伤口。你都和他们相处了半天了，他们愿意跟你回来，我相信也不会离开了。啊，九儿，你的意思是乔木早就驯服了这几只大家伙了？那为何现在才回来呀？明明受了伤的。小樱桃回头看了几条猎犬一眼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我还以为他晚回来了是因为他们太猛了呢。他的伤都是两个时辰之前造成的，说明两个时辰之前打斗就结束了。凤九儿回应道。我带他们在附近走了一圈。乔木靠向前又夹了一大块肉。确切的说呢，是他们带我在附近走了一圈。九儿，我发现了一座山上有灵芝，看起来年份不小，明日我带你上去看看。哎，还有人参，让兄弟多带点工具上山，保证明天的收获一定不比今天少。啊，如此珍贵的药材居然被你找到了。听见有野生贵重的药材，小樱桃双眸发亮。嗯，确实有，无需大惊小怪。乔木丢下一句话，又将一口肉塞进口中。小樱桃看着他微微扬起嘴角。哼，正如九儿所说，我们今天挖的是银子而并非野草。要是真的有灵芝和人参，那咱们明天不就是要去挖金子吗？有金子挖，谁不乐意呀？明天我有安排，事情由小樱桃负责。凤九儿轻声说道，感觉她气息有点不一样。乔木侧头看了一眼，凤九儿没理会，再给她夹了一块肉。吃，吃饱了再说，大家也赶紧吃，都是新鲜食材，凉了味道就大打折扣，赶紧吃。同桌的还有几个人一同颔首都说好，大家继续用膳。对于多出来的五条犬，大家慢慢习惯了之后都觉得很不错，有他们守着营地一定能更加安全。第二天将近午时，一高一矮两个妇人打扮的女子出现在了繁华的凤凰城内，两人身后跟了一条凶猛的猎犬。虽然两个妇人的肤色有点暗沉，脸上也有不少的斑斑点点，但两人的身材并不差。凤凰城的繁华并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而改变，战役之后百姓的生活很快就恢复正常。两个身材不错的妇人走进一家客栈，在二楼要了一个靠路边的厢房，一张小桌，几道小菜，一壶茶水，简简单单。不一会儿，店小二带了一盘肉进来，
放在一旁的地上。店小二看着猎犬过来，立即站起，慌忙退后两步。高一些的妇人拿出一点碎银子递了出去，店小二向前接过银子，拱了拱手，示意他们慢用。矮一些的妇人摆了摆手，店小二往后退了几步，转身出去关上门。你如何确定他还没离开？乔木看着凤九儿这张怎么看怎么不习惯的脸，轻声问道。没有我的消息，他不可能贸然离开。一直看着窗外的凤九儿连头也没回。我与他约好在这个地方，等等再说，说不定他还会过来。嗯，现在看来只能这样了。乔木拿起碗筷再看了凤九儿一眼，一边吃一边等吧，饭菜也凉了。突然坐在自己对面的女子站起，乔木也跟着站了起来。楼下一个穿着白色衣裳戴着围帽的高大身影走进了客栈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凤九儿转身急急忙忙地往外走，乔木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有点呆愣住了。这般也认得出啊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血脉相连？果然不一会儿，凤九儿带着那个戴了围帽的男子走了进去，厢房的门被关上，凤九儿一转身抱紧了龙步区。龙步区便是皇城天下第一庄的庄主揽月，也是龙飞燕的亲弟弟。舅舅。凤九儿轻唤了声，抬头看着龙步区。龙步区连围帽都来不及丢掉，伸出爪在这张丑得可以的小脸上轻轻抚摸了下。我打听到你坠崖的消息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还真的以为……凤九儿的事情被叶罗刹尽可能压了下来，但龙步区还是打听到了。舅舅，你的脸好很多了，我早就知道我舅舅很帅。凤九儿蹬着脚尖脱下了龙步区的帷帽，哼，现在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帅。凤九儿一手拿着帷帽，一手牵着龙步区的手往乔木过去。舅舅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让龙步区坐在中间的位置，凤九儿也坐下。舅舅，他叫乔木，是我最得力的副将，也是我的好姐妹。凤九儿抬眸看了乔木一眼，微微扬起嘴角。当然他本来没有这么丑，这皮肤是我给他弄上去的。顶着这张脸看着帅气的龙步区，别说乔木还真的有几分自卑。原来天下第一庄的庄主如此年轻俊逸，失敬失敬。乔木看着龙步区拱了拱手，龙步区不过是礼貌性的看着他点点头，视线便回到了凤九儿身上。九儿，你内伤未愈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本集播讲完毕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